薪水没涨，收到手机账单吓人，还被老板骂了一顿，谁可以帮我加倍奉还呢？当然是亚太五二八欠钱达林啊！都是谁？只要亚太用户用手机拨打五二八加入会员，就可以拿电话费回馈金，还可以参加抽奖，帮你把电话费都加倍奉还回来哦！亚太加入亚太五二八赚钱达林就对喽！